师傅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，来请坐。师傅，我最近刚刚结婚而已，可是我跟我老婆的感情越来越差，你可以不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别担心，麻烦你将300块放入这个盒子里面。然后将你的右手交给我。好了，那我告诉你啊，其实你老婆已经怀孕了，你要多得关心她，照顾她。等一下，你可能会接到一通有关于你工作的电话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推掉她，然后回家陪你老婆，这样你们的关系就和好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师傅。别客气，谢谢。你好，小姐，你 OK 吗？啊，没事。哎，啊，来来来，我扶你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买药给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没事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你有车吗？有啊。我有些急事。请问你可以载我去一个地方吗？没问题，你刚跌倒，载你是小事情啊。可是你不要报警吗？哦，我自己会去报警的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了。我叫子瞻。哦，我叫富华。谢谢。
哦，子珊，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不用客气啦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今晚见啦。哎呀，小事情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今晚见，拜拜。对不起啊，我迟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是刚到而已。哇，你打扮起来也蛮漂亮的哦。谢谢。哎，差点忘了你的电话。啊，我的宝贝，真的很谢谢你啊，不见了真的会很麻烦。对啊，下次要小心点哦。嗯。你的脚还 OK 吗？没事了。好了哈，我们应该 order 了。啊，waiter。谢谢你，师傅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谢谢你。哎，你今天这么早放工啊？对啊，想陪你去走走啊，可以吗？要去哪里？你想去哪里？shopping。好啊，走吧。醒了，子珊，怎么你绑着我？他是谁？他就是我的男朋友。在你认识我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准备跟你要钱了。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想死！快说，钱放哪里？我没有钱。没有钱。没有钱、啊、我每天看你收那么多的钱，还住这么大的房子，你敢跟我说你没有钱？你以为我很讨厌吗？我看你是想死啊。
我叫子三。哦，我叫富华。请问你是？请问你是？我有些急事，请问你是？对不起啊，子三，其实，等一下我有约。